有恋情的宝宝扣二。这是几号琴？我手这个是七号，我手里现在是七号，我现在是七号。然后我们接着雨珠唱完讲第二页，宝宝。雨珠唱完，我们接着讲第二页。好，看来还是有很多宝宝练习的，练习的宝宝都是好宝宝，还有我们的岁月静好。对，能够看到左右手吧，左手在这儿，刚刚好，宽度刚刚好。 OK， 好，今天我们来讲第宇宙唱完第二页的第二行第二小节，第一小节，第二小节，第一小节，第二小节，我们开始上课了啊！上课不回答问题，下课再给你们回答问题啊！下课再给你们回答问题，自己开始做笔记了啊！做笔记做哪些？花纸，从哪里开始花纸？这里的花纸不一样，这里的花纸不一样，有变化了。这里的花纸，首先我先给你们固定一下，固定完了之后，你们先按照固定的标的花纸的位置进行弹奏。当你们速度一旦弹快，多一根琴弦，少一个琴弦都无所谓了。但是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我给你们标的花纸，先严格按照花纸的位置进行练习和弹奏 ，OK 吧？好，做笔记一定要做笔记，宝宝一定要做笔记。一定要做笔记，做笔记很关键啊！我们从第二行第一小节，第二行第一小节，这里的速度非常慢。紧接着第一行第一小节，我们第一行最后一小节是渐慢，咪嗦拉哆，上滑，大指嗦，中指嗦，左手揉弦，低音嗦，大指嗦。好，这里非常慢。是大指骚柔弦，中指背低音骚，大指低音骚柔弦。这时候我们的花指，我们先体会一下这种意境。这种意境是什么意思呢？再往后这一段描写的是什么呢？描写的是我们的这个渔舟唱晚前半段是描写的这个比较平静的一个湖面，叫幽静。后半段就是从这里开始描写的是一种，就是渔民打鱼归来，一种相比而言有一种非常喜悦的，因为他打鱼归来很多都是相比而言打鱼归来就是收获满满，比较喜悦。那这一段它有一个左有个右，这左右是什么意思呢？整个来说你需要一弱一强，可以说来这么形容，就是我们在坐船的时候划船，我们的这个渔夫他在划船的时候会左撑一下船，右撑一下船，对不对？相比而言的话，有一重一轻一左一右的一个摇摆，就这种感觉。那么这时候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哎呀，老师渔舟唱晚后边很快，我怎么加快？弯弯老师只告诉你一个要点，你把第一段它本来是有三遍，或者是弹两遍。然后我们只需要弹一遍，把第一遍慢练练熟，你后边弹两遍弹三遍，你想加多快都无所谓了。最关键你记住一个要点，把第一遍慢练练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个第一遍速度比较慢，我们把具体的花纸的位置标出来。那么第二行第一小节花纸开始做笔记啊，然后有左有右。我刚才跟你说为什么要标左右，标左右是一种有一弱一强，一强一弱，就是有一种你坐船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摆，它左一撑一下右撑一下船，有一个摇摆的动作。这摇摆的动作的话就感觉一弱一强，左一摆右一摆的这种坐船的摇晃感，可以这么比喻。所以说你加一左一右一弱一强，会有一种形象在里面。然后这里的左和右看到没，花纸这里我们从第二行第一小节开始标了啊，开始做笔记。花纸大指
从背高音都开始花指，这里花指比较长，大指从背高音都开始花指，这时候我们是往左边花，走到中音都。怎么是往左边花呢？我们大指走的这个位置是斜线，是这么走的。往右边花的意思是什么呢？离前两三指四指的距离走直线，这是右边的距离，这是右边的动作。往左边的话，听到没？是这种距离。往右边呢，一强一弱，先左边弱一点，再右边强一点。到了第一句第二行第一小节，我们把指法先固定住，看这个指法怎么走的啊。第一小节，大指弹低音骚柔弦，中指背低音骚，大指再去弹低音骚，然后大指从背高音到花指慢一点走斜线，斜线的大概距离就是针码到前梁，每一个针码到前梁中间的位置走这条斜线，大指从背高音都轻一点弱一点，每一个音轻弱要清晰，你不要一花指就变成这种音色，是什么呢？是你蹭琴弦蹭过去，我们要弹琴弦，大指要稍微立起来，这就我们练的连拖，听到没？清晰，理解什么意思吗？你进来老师，我老师说的很轻，一加加快就成这样，我们要的是大指小关节，大指指甲尖要与琴弦大概倾斜一个15度30度左右，每个音都要弹清楚，这是花指第二行第一小节，骚骚骚后的这个花指是从背高音开始走的，往中间进行滑奏，往下好临时往中间进行滑奏，然后再往中间走，中指去勾低音，第二小节啊，第二小节就是左指的是什么呢？琴针码到前梁中间的位置，这里我们称为左，而不是说针码的位置，明白吧？我们说的这个锁可以说指的是针码到琴弦中间的位置大概，然后中指去弹低音都，然后我们需要扎桩，无名指中指肉指肚尖扎桩在低音咪上，与大指所弹的这个中音都中间隔两个琴弦先固定住，然后进行大指托劈中音都，大指托中音都，左手揉弦停，左手揉完弦之后停，然后再劈中音都，是这么走的。这里没有节奏了，宝宝，这里没有，老师这个是要手手数自己啊，或者怎么数拍子，怎么跟节拍器，这一段是不跟节拍器的，跟节拍器也没有翻盘跟的，因为它是慢起渐快，那刚开始我们速度是非常慢的进行练习。来，这一点稍微一旦速度自由的时候非常难卡，也非常难讲解，它没有那么形象，没有那么固体的一个节奏，所以说老师到底是走快还是走慢怎么走啊，刚开始的话我们是以这个速度慢的节奏进行走的啊。来，第一小节第二小节再听，一个一个掌握，一个位置一个音一个音的掌握，清楚了没？第二行第一小节，大指弹骚柔弦，中指弹骚，大指再弹骚，听节奏啊，听这个速度，骚非常慢，因为我们这里是慢板的结束过渡段渐慢，然后我们再慢起走快板段，慢起渐快的一个快板，大指从背高音刀弹前弦到针码，针码到前梁中间的位置走的是斜线，往左边走，每个音都要弹清楚，从背高音刀奏背高音刀弹到中音 Re， 自己做笔记，自己做笔记，背高音刀弹到中音 Re， 哆拉嗦咪来哆拉嗦 Re， 每个音都要弹清楚，速度慢，听
低音哆，中指勾完低音哆，中指、无名指、肉指肚尖、肉指肚尖扎装在低音咪上，然后大指托中音哆，托完中音哆，左手揉弦，左手揉弦，然后左手再停，停完之后再劈中音哆，然后再揉弦。这是第一小节，第一小节接第二小节，再来，再来，再来，做笔记啊，做笔记。从背高音哆，第二行，余周唱完第二页第二行，第一小节第二小节，再来连，这一点呀，讲的会非常的慢。我们今天就讲两行，多的不讲，就讲两行。这个两行，把这个花指每一个花指的琴弦给它记清楚，一定要做笔记啊！大指第二行第一小节，大指骚揉弦，中指骚，大指骚，非常的慢。大指从背高音都开始，花指走斜线，走的斜线位置是正码到前梁大概中间的位置，往左边走。走弱一点，走轻一点，但也要清晰。背高音哆拉嗦咪来，哆拉嗦咪来，弹到中音来，中指勾低音哆，勾完之后，中指、无名指、肉指头尖放在低音咪上，大指托劈中音哆，托完中音哆，左手揉弦，揉完弦之后停。再劈中音刀，再揉弦，明白？看这个动作，中指勾完低音刀，无名指、中指、肉指头尖扎装在低音咪上，大指托中音刀，托完之后左手揉弦，那我托完之后左手揉弦的，然后再停下，左手再停，然后再劈中音刀，再揉弦。老师，我一劈一托，我都感觉揉不了了。或者说音都变了，对。然后那个琴谱主页加 V 宝宝，主页加 V。然后我们接着往下，大指从这个大指再来，第一小节第二小节，第二行第一小节第二小节，再来掌握这个位置，在哪里走，走到哪里，花指应该怎么去弹，非常每一个细节都影响你的这个节奏的哦，每一个细节都影响你的节奏。大指从中音，大指弹低音骚啊，中指背低音骚，左手揉弦骚，大指再弹低音骚骚，然后大指再从背高音都开始花指，哆啦骚咪来哆啦骚咪，每一个音都要清楚啊，你千万不要错，我们要的是，听到了没？不一样的，哆啦骚咪来哆啦。很清楚，然后中指勾低音刀，无名指中指扎装低音咪，大指托中音刀，揉弦，左手停掉，然后再劈中音刀，刀再揉弦，一定要分开，这个兜兜兜三个都一定要分开，你千万不要刀刀错，这个地方节奏是错的，中指勾低音刀，无名指、中指扎装，中音刀，大指托，揉，完刀，左手停，大指，劈，再揉，揉的是中音刀，宝宝，揉的是中音刀。好，我们接下来再往下走，第二小节的花指还是从背高音开始走，这里从背高音走的时候是从离前梁四指的距离走直线，稍微强一点，往右边走的话，我的意思是离前梁四指的距离走强一点。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来，哆，走到哆，走到中音哆，从背高音哆走到中音哆。第二行第二小节的花指从背高音哆走到中音哆。第二行的花指从背高音哆花指花到中音哆，花指花到中音哆。我没有说上滑音的问题，你就不要提上滑音，明白吧 ？OK 吧？然后花指花到中音哆，从背高音哆花指花到中音哆，做笔记，做笔记。背高音哆，背高音哆啦嗦咪
中指、肉指肚尖放在背，放在第一 rest 上，大指托劈托拉，左手揉弦，揉完弦之后停掉，再劈低音拉，再揉弦 ，OK 吗？这是第一小节、第二小节、第三小节，我们再来。劈的时候，左手还在琴弦上，左手还在你左劈托劈的这个琴弦的琴弦上。劈托的时候，在你托的这个琴弦上。劈的时候还在这边，揉。你看我上面加的揉弦的符号，加的很清晰。然后你，哎呀，天哪，越往后越难讲。第二行第一小节，第二小节，第三小节，我们再来，再来，你要做笔记的啊，做笔记。第二行第一小节，大指低音扫揉弦，中指背低音扫，非常慢，就这个速度，大指再弹低音扫，再揉弦。好，花指做笔记，大指从背高音兜，花指从背高音兜弹到中音 re， 自己做笔记。背高音都到中音 re， 哆啦嗦咪 re， 哆啦嗦咪 re， 慢、清楚、颗粒性、清晰。中指勾，中音都，无名指、中指、肉指肚尖扎中在低音咪上，大指托劈兜兜，大指托兜，左手揉弦，揉完弦之后停，再劈中音都。好，再看到没？左手还在劈完之后还在揉弦的，这时候右手再过来，从背高音都开始花指，离前两四指的距离走直线，停，哆啦嗦咪啦，哆啦嗦咪啦，中指背低音拉，听到没？这里是从第二小节的花指是从背高音都走到中音都，哆啦嗦咪啦。中指去勾背低音拉，无名指、中指、肉指肚尖放在扎装在低音 re 上，大指托劈低音拉，大指托低音拉，揉弦，托完之后揉弦，然后揉完之后停掉，然后再劈中音拉，再劈低音拉，左手再揉弦。OK， 这三小节清楚吗？清楚的宝宝扣一。然后我们再来，再来，清楚的宝宝扣一，我们再来。做笔记一定要做笔记，花指从哪里花？走右边，走左边，右手托劈完之后是要揉弦的，托和劈中间要分开，不要托劈跟得太紧，很多宝宝到后期练习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为什么让你托完之后揉弦？停，再劈，再揉弦，一定要这样的一个动作加上，一定要这样的一个动作加上。好，我们这三小节再来，再下小节再来，我们三小节先再接一走啊，就把它给固定住。大指第三小第二行第一小节，大指低音骚，左手揉弦，中指背低音骚，大指然后再低音骚。从背高音都开始花指，花指轻吸，而且要轻。哆啦嗦咪啦，哆啦嗦咪啦。大指从背高音都花指到中音都，中指去勾低音都，勾完低音都，中指无名指扎装在低音 re 低音咪上，然后大指托。中音都揉弦，再停下，再劈中音都，再揉弦，明白吧？这是个动作。然后在第二小节，花指从背高音都离前两四指的距离走直线，力度强一点，哆啦嗦咪来，哆啦嗦。从第二小节的花指是从背高音兜走到中音兜，中指勾背低音。
无名指、中指、肉指、肚尖儿扎装在低音软上，大指托，低音拉，然后揉弦，揉完弦之后停，然后再劈，低音拉，然后再揉弦，速度老慢老慢的了，我告诉你，太慢了。非常慢，你就按照这个步骤再来，来，你再来，大指托低音骚，揉弦，中指勾，背低音骚，然后大指再托低音骚，揉弦，大指从背高音兜开始花指，落清楚清而清晰，大指触弦，脚尖触弦，倾斜30度，然后往前连托。每个音要干净，背高音兜，花指弹到中音歪，哆啦嗦咪歪，哆啦嗦咪歪，中指勾，低音兜，勾完低音兜，无名指、中指、肉指、肚尖放在低音咪上，大指托，中音兜，揉弦，揉完弦之后停，然后左手停掉之后再劈，劈完中音兜再去揉。然后我们第二小节，大指从再花指从背高音兜，左手放在兜上不动，大指从背高音兜花指弹到中音兜，而且力度要强一点，音色要清晰。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来，中指勾背低音拉，无名指、中指、肉指、肚尖贴在低音拉。大指托，扎桩托，压弹房，托，低音拉，托完之后低音拉，左手揉弦，揉完弦之后劈，揉完弦之后停掉，然后再劈，再揉，中间有个过程。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第三小节，拉拉后边的花指，再做笔记，大指。往后走的时候，这里是再往左，就一左一右，我没有标。第三小节是右，对吧？它标的是右。第四小节你在下面写个左，这时候我们的大指花指是往左边走。我说的这个左是筝码离前梁中间的这个位置，是倾斜的线。大指从背高音都开始花指，花到中音咪，右手花指的同时，左手再放在低音拉上。大指从背高音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那么左手花指的同时，左手都可以过来去找这个大指所揉的琴弦，大指所弹这个琴弦，左手手揉的琴弦，中音软，中指勾低音软，勾完低音软，无名指、中指、肉指、肚尖放在低音骚上，大指托软，揉中音软，停，然后再劈中音软。这里是弹的左边，就是筝码离前梁中间的位置，弹的稍微弱一点，往左偏弱，往右偏强， OK 吗？这个是第四小节，第三小节接第四小节花指的位置。第三小节拉拉拉后面的花指，大指从背高音兜弹到中音咪，哆啦嗦咪软，哆啦嗦咪，勾低音软，勾完低音软，中指、无名指、肉指、肚尖放在中音低音骚上，然后大指托，中音软，揉弦，然后大指再劈，中音软，再揉弦。这时候我们的大指走的时候，大指花指是筝码离前梁中间的位置，每一个筝码离前梁中间的。这时候我们琴弦，你看我们筝码是不是走的斜线？这是我们大指。从背高音兜琴弦中间往左偏左，明白吗？偏左，然后中指勾低音歪，无名指、中指、肉指、肚尖扎装在低音骚，大指托劈，托完歪之后停，然后再劈中音歪 ，OK。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这一句听起来了没？这一句听懂了没？听懂了我们往下，就是一右一左，一左一右啊。走第一段，你看它标的是左右，然后再左右，再左右，再左右，一左一右，自己做笔记。
right 第四小节下面写个左，然后我们再往下进行，再往下进行第三小节，再往下进行第四小节，第三小节接第四小节，这时候我们第四小节是右，第五小节啊，第四小节是左 ，right 是左，就是弹琴弦中间的位置，左边是弱，右边是强，左边是弱，右边是强，宝宝。然后第五小节下面标一个右，左强，左弱右强，左弱右强。第四小节的 right 花指大指从背高音兜，还是从背高音兜。我们这一行的花指起步都是从背高音兜，速度比较慢，花指画长一点。这时候我们走背高音兜，右手大指离前梁四指的距离，走直线，走强一点。我们的右是指的是离前梁三指四指的距离，右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来，从背高音兜走到中音来，音色要清晰。然后第五小节中指勾低音兜，无名指中指肚尖扎装在低音咪上，大指托，然后揉弦，揉完之后左手停，停完之后左手再劈，再揉弦，这一句比较强，然后我们走第四小节 right 那个花指再来啊，不好接这一句，不好接，不从头不好接。第四小节的 right 后面的花指是从背高音兜花到中音 right， 然后是靠花指的时候靠右边，花指的时候靠右边，靠前梁右边，然后去接第五小节右兜兜兜，去接右，去靠前梁右边去弹兜兜兜。然后我们从第一行，从第二行第一小节，然后往后接。第二行第一小节连贯起来啊，定一下，大指骚，揉弦慢，中指背音骚，大指再弹低音骚骚，然后大指从背高音刀往左边弹，我们的左第一要弱，第二音要清晰，而且要轻，离前梁中间的位置进行花指，走斜线，然后大指从背高音刀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来，走到中音来，中指勾低音刀，无名指中指肉指肚尖放在低音咪上，大指托中音刀，托完之后停，左手揉完弦，左手又停掉，停完之后大指劈中音刀。好，再往后花指我们要接右边的啦啦啦，接强一点，这是我们的花指要走右边，大指从背高音兜，左手放在兜上不动啊，大指背高音兜往下，花指走到中音兜哆啦嗦咪啦哆啦嗦咪啦哆，强一点，中指勾背低音兜，中指勾背低音啦，无名指中指肉指肚尖放在低音拽上，大指托拉揉弦，揉完弦之后停跳，然后再劈低音啦，再揉弦，后边这个花指是往中间花指，后边接的 right 是往左边弹，往增码到前梁中间的位置，我说的左就是增码到前梁中间的位置，大指从背高音都开始花指，花到中音咪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轻一点，中指勾低音拽，无名指中指肉指肚尖放在低音骚上，大指托中音拽，左手揉弦，揉完弦之后然后停掉，再劈中音拽，劈完中音拽之后，然后左手再揉弦，揉完弦大指又该往右边走了，
花指应该又往右边走了。第五小节的哆哆哆是弹的右上，是弹的右边，是弹的右边，大指从背高音哆开始花指，花指弹到中音 re， 力度强一点，哆啦嗦咪啦，哆啦嗦咪啦。中指勾低音哆，无名指张装在低音咪上，大指托哆，左手揉弦，然后再劈，再揉，就是你劈拖完之后揉弦停掉，然后再劈，再去弹哆，然后再去揉。OK 吗？理解的宝宝扣一，理解的宝宝扣一，我们接下来往下。理解的宝宝扣一，理解的宝宝扣一，然后我们从第二行第标准第二小节接着往下。第二行倒数第二小节的花指，这时候我们又该往左边走了，因为我们第二行最后一小节又咪咪咪该弹左边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哆哆哆后面的花指是从背高音哆往中间弹，弹到中音嗦，哆啦嗦咪来，哆啦嗦。这是从第二行倒数第二小节哆哆哆的花指是从背高音哆花指花到中音嗦停止，往中间弹，哆啦嗦咪来，哆啦嗦。中指勾低音咪，勾完低音咪之后，中指、无名指、中指肚尖贴在扎装在低音拉上，大指托，大指托中音咪，托完中音咪，左手揉弦，揉完弦之后停，然后再劈中音咪，再揉弦，再停，然后我们再继续花指。再继续花指，咪咪咪，这个花指，最后一行小节，第二行最后一小节，花指大指从背高音哆，还是从背高音哆，花指花到中音咪，这时候我们花指第三行第一小节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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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弹右边，弹强一点，大指花指是从背高音哆走到中音咪，哆啦嗦咪啦，哆啦嗦咪，明白？哆啦嗦咪啦，哆啦嗦咪，中指勾背，中指勾低 re， 无名指扎装在低音嗦上，然后托中音 re， 左手揉弦，揉完弦停，再劈中音 re， 再揉弦，再停，好，然后。还继不继续往下讲？到这儿够不够？我们这第三行，第二行第一小节，第二行不对，第二行倒数第二小节，倒数第一小节，理解了没有？理解的宝宝扣一，然后我们再往后走一行，再往后走一行，再往后走一行，自己做笔记啊。然后这做笔记，花指的位置从哪里开始花指，从哪里开始花指，花指到哪里然后进行停止，清楚没？是左边还是右边，是强还是弱，做笔记啊，就一定要做笔记。然后我们接下来第三行第一小节这个 re re re， 中指勾中音，中指勾低 re， 这个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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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弹的右边，弹的右边，大指、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低音嗦上，大指托中音 re， 然后劈，揉完弦之后停，停完之后劈中音 re， 劈完中音 re 之后再停掉，然后再往后花指，再往后花指是往左边，是一左一右，一左一右，一左一右，花指也是一左一右，一左一右，然后第三行第二小的嗦嗦嗦弹的是。中间弹的是左边，就是前两到中间，到前两中间，正好到前两中间的位置，我们大指是要从高背高音哆弹到中音啦，这里的时候弹轻一点，弹弱一点，哆啦嗦咪来哆啦，然后接第二行第三行第二小节，中指弹低音嗦，无名指中指中指肚尖扎装在中音哆上，大指托中音嗦，左手揉弦，然后停，再劈，中
一艘，再往前，再停。这一小节弹的是左边，就是弹正马到前两到中间的位置，弹弱一点。然后骚骚骚后边这个花指需要往右边走了，需要走强一点了。后边是接的是咪咪咪，第三小节，第三行第三小节，大指从背高音刀花指，大指从背高音刀花指，刀拉骚咪软，刀拉骚，弹到中音骚要强一点啊，刀拉骚咪软，刀拉骚，中指勾低音咪，勾完中指低音咪。勾完第一咪，无名指、中指、中指头尖放在低音拉上，大指托中音咪，托完中音咪，左手揉弦，揉完弦之后再劈，停，揉完弦之后停一下，然后再劈，中音咪，再揉弦，再停。这个咪咪咪是弹的右边，自己弦尖右强，右强，对，后边以此类推。后边以此类推，然后再往下走，第四小节啦啦啦是走的左边，啦啦啦是弹的弱一点，弹左边，大指从背高音都开始花指，第三行第三小节咪咪咪后边的花指是弹的中间，弹弱一点，弹轻一点，弹清晰，轻而又清晰，大指从背高音都开始花指弹到中音都，哆啦嗦咪来哆，中指勾低音拉，弹的是左边中间的位置，中指勾低音拉，无名指扎装在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低音软，扎装在中音软，大指托中音拉，左手揉弦停，再劈中音拉，再揉弦，再停，理解吧？这个是弹的左边，前面的咪咪的花指是往左边花指弹弱一弹轻一点，然后啦啦啦后边的这个骚骚骚是弹的右边，我们的花指就往右边走，走强一点，大指从背高音都开始花指花到中音，中音，中音啦，哆啦骚咪软哆啦，从背高音都开始花指，中指勾低音骚，无名指、中指、肉指肚尖放在中音都上，大指托劈中音骚，托中音骚，左手揉弦，揉完弦之后左手停，然后再劈中音骚，再揉弦，再停，然后最后一小节，最后一小节花指大指骚骚骚的花指需要往左边了，最后一小节往左边弹，往左边弹，大指从背高音都弹到中音 right， 哆啦骚咪软，中指勾中音刀，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中音咪，大指托高音刀，左手揉弦，托完之后左手停，再劈再揉，明白吧？托完之后揉完弦停，停下来，停下来完之后你再劈再去揉，明白？中间有个过程，我们就到这，就到这，今天讲解就到这。来，我们再来一下啊。对，第四行，第四行，一二三四 ，re re re 骚，哦，那个骚的花指应该是花指 ，re re re 骚的花应该是花指，应该改过来。第三行，啊，应该改过来，回头这个曲谱再改一下，前面没有问题啊，前面第前三行没有问题，前三行没有问题。然后，明天再给你们发一份新的曲谱。需要再改一下，发一份新的曲谱，前面没有问题，今天讲的指法前面标记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再来第三行第二行第一小节，第二行第一小节，做笔记，做笔记啊，你们哪里没跟上再来做笔记，我再慢来，这两行给你们顺一下，它是有规律的，你们也感觉到了是不是有规律的，它是有规律的，你弹多的话你跟老师，哦，这么长的曲谱怎么记，有规律的，它都是有规律的。然后我们的这个第三行第二行第一小节，再来第二行第一小节，花指从哪里花，是弹右边是弹左边，是弱一点还是强一点，花指的颗粒性，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揉弦，什么时候揉，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拖，什么时候劈，都是慢一点的啊。
第二号第一小节大指托低音骚，就指勾背低音骚，大指再托低音骚，揉弦。揉完弦之后，大指从背高音都开始花直，花左边。我说的这个左就是针码离前两中间的位置，是走的斜线，千万不要离着这个针码一排的距离走错的。大指从背高音到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来，弹到中音的 right， 花指慢一点，中指勾低音哆，无名指中指皱指肚尖扎装在低音咪，大指托中音哆，左手揉弦，揉完弦之后左手停，停掉之后左手再劈中音哆，再去揉弦，然后左手放在中音哆上不动，大指开始花指往右边弹。右边，因为我们下面的啦啦啦要弹右边，要弹强一点，所以说我们这个花指要弹右边。弹右边的意思就是离前两三指四指的距离走直线，平行与前两的直线。右手从背高音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来哆，中指勾背低音拉，无名指中指肉指肚尖放在低音拉上，大指托低音拉，扎桩，左手揉弦，然后停，再劈，低拉，再揉弦，再停，然后再往后第四小节的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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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左，下边写个左字，然后五，然后花指大指从背高音都开始花指弹到高，弹到咪，弹到中音咪，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中指勾。中音 right， 这时候我们弹的是左边弱一点，然后无名指扎装在低音骚，大指托中音 right， 左手揉弦，揉完弦之后停，大指再劈中音 right， 再揉弦，揉完弦之后再停，然后接下来兜兜兜该弹右边了，这时候我们的花指是从右边开始弹，大指从背高音兜开始弹，弹到中音 right，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弹强一点，中指低音哆，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低音咪上，大指托中音哆，左手揉弦，揉完弦结束停，然后再劈中音哆，左手再揉弦，然后再往后最后一小节我们的咪该弹左边了，大指从背高音哆开始花指弹到中音 run，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不对，弹到背，弹到中音骚，从背高音都弹到中音骚，哆啦嗦咪来哆啦嗦，中指勾低音咪，这时候弱一点，大指托中音咪，揉弦停，然后再劈中音咪，再揉弦，然后我们第二行最后一小节花指，再往第三小节，第三行第一小节的 re 去弹的时候 re 要弹右边，所以说我们第二行最后一小节咪咪咪的花指是弹右边，离前两三指四指的距离，从背高音哆弹到中音咪，花指力度要强一些，但颗粒要清晰。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第三行第一小节中指勾低 re， 无名指中指中指肚尖放在扎装在低音骚上，然后托中音弯，左手揉弦停，然后再劈，再揉弦，再停，然后第三，然后再往后第三行第二小节花指从背高音刀往左边弹，后边的骚骚骚是弹左边，所以说我们花指是弹左边，大指从背高音都开始花指滑到中音拉，哆啦嗦咪来哆啦，中指勾低音骚，无名指中指中指肚尖贴在扎装在中音兜上，大指托中音骚，揉弦，然后再劈中音骚，骚再揉弦，揉完弦结束之后，然后大指再从背高音兜开始画指，这时候我们的咪咪咪是弹的右边，大指从背高音兜走右边，力度强一点，哆啦嗦咪来哆啦嗦，背高音兜走到中音骚，中指去勾低音咪，无名指中指肉指肚尖扎装在低音拉上，大指托中音咪，然后左手揉弦，揉完弦之后左手停，停完之后左手
右手咪咪咪，左手再揉弦，揉完弦之后大指再花指，这时候我们拉拉拉弹的是左边，我们的花指也要往左边走，从背高音哆开始花指花到中音哆，哆啦嗦咪来哆，中指勾，低音呢无名指扎中在中音来上，大指托中音呢，左手揉弦，揉完弦停掉，左手劈中音啦，左手再揉弦，然后再往后走，骚骚骚细弹的右边，我们大指是从背高音都开始花指，然后往离前拿四指的距离走强一点，从背高音都弹到中音啦，哆啦骚咪啦哆啦，中指勾低音骚，无名指中指中指肚尖贴在中音都上，大指托中音骚揉弦，然后劈中音骚劈，再揉弦，再停，然后我们再花指是往左边走，这时候我们这个琴弦的距离要短了，你知道吗？越来越缩短，这花指越来越短，所以说这里的左右几乎上是不分的，大指从背高音都开始发指，哆啦嗦咪来，弹到高音来，中指勾中音哆，无名指中指中指肚尖扎装在中音咪，大指托高音哆，托完高音哆，然后我们左手揉弦，揉弦之后停，然后再劈，然后再揉，好，听懂了没有，宝宝们？有规律，你弹多了，你自然而然会找到规律。听懂的宝宝扣一，听懂的宝宝扣一。速度是刚开始你练习的速度就是这个速度，当你练得多的话，你的速度会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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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贯起来，速度慢慢会连贯起来，就这两行后边都是同样的，后边的话你把这两行先弄懂了，后边先不用管它，你先把这两行弄懂，后边先不用管它。花指不是三到五根琴弦吗？我告诉你了，花指没有具体的琴弦的序的，在这个曲子里面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速度慢起渐快，速度比较慢，我们的花指的音就比较长，就比较多，明白吧？在这个曲子它是取决于曲子的，取决于曲子而决定的，所有的谱子都是死的，人是活的，三到五根琴弦是我们说的正常情况下三到五根琴弦，在这个乐曲里面，如果说我们再走到骚骚骚，我们就花三根琴弦，你加 B 宝宝，加 B GZ 八八六六六，联系客服，加 B， 加 B 进群领教材，加 B 领教材，宝宝联系客服，你给客服说我怎么样才可以领班老师教材，然后我们客服会给你说怎么加 B， 先加 B， 加完 B 之后留言 ，OK 吗？好，理解了，这不知道怎么谈了，那我们班老师接下来是带着你们训练两遍，你们不需要跟上，你们不需要跟上，你们只需要跟着我唱，我怎么唱你怎么唱就 OK 了。清楚了没？先我怎么唱你怎么唱，那么训练的方法就是刚才那个训练，左右花指花在哪，从哪里开始花，然后弹完之后什么时候揉弦，揉完弦之后什么停，停完之后什么时候再去揉，分开步骤，速度放慢，那么接下来连续两遍是速度非常慢，然后相对来说比较流畅的，相对来说比较连贯的，没有节奏，这里没有节奏，你只需要速度慢就可以了，速度慢。
那我们听一下，那我们听一下，从第二行第一小节啊，接下来只需要跟着唱，其他不做为理解，然后你只需要按照前面的那种方法和顺序和步骤进行训练，多训练，慢慢的话你的速度就加到我现在开始给你们示范的速度，然后我就开始唱，你们只需要跟着唱就可以了啊。准备第二行第一小节，备走，扫弹中间，扫柔和，大指从背高音都开始走，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来，中指勾哆，无名指扎桩，托，揉弦停，再劈哆，然后大指再从背高音都开始画指走前两右边，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来，中指勾背音，拉，无名指中指肉指头扎桩在第一软，托拉。左手揉弦，然后再劈拉，再揉弦，然后大指往左边走，开始画指，从背高音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中指勾第一软，无名指中指扎中嗦，大指托软，揉弦，看到没？我的托和劈分开的，你们一定要分开，软再揉，然后大指从背高音哆画指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来，往右边中指勾哆，强一点，大指托哆。揉弦停，再劈哆，再揉弦再停，大指从背高音哆哆啦嗦咪来哆啦嗦，中指勾中音咪，往左边就是往左边，大指托咪，揉弦再停，再劈咪，再揉弦再停，大指从个背高音哆走右边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然后走右边中指勾咪，中指勾软。无名指中指扎桩在低音骚，大指托软，揉弦，然后再劈，再揉弦，然后大指再从大指往左边走，走弱一点，背高音哆啦骚咪来哆啦，中指勾低音骚，弱一点，无名指中指扎桩在中音哆，大指托中音骚骚，托完之后揉弦，揉弦停掉，然后再劈，再揉弦。然后大指再从背高音哆花指往右边花指哆啦嗦咪来哆啦嗦，中指勾低音咪，无名指中指肉指都加装在低音拉上，大指托低音拉啊拉揉弦多托劈揉弦，然后再劈再揉弦，然后大指从背高音哆再花指哆啦嗦咪来哆，然后中指这时候往左边弹了，中指勾低音拉。无名指中指扎中在第一软，大指托，然后揉弦拉，然后再劈，再揉弦拉，一定劈和托一定要分开。再往下，大指从背高音的往右边走，哆啦嗦咪来哆啦，走强一点，扫，无名指扎中哆，扫，揉弦停掉，然后再劈扫，再揉弦，再停掉，然后大指从背高音哆哆啦嗦咪来。中指勾中音哆，无名指中指放在低音咪上，大指托高音咪，高音哆哆，揉弦再劈哆，再揉弦。好 ，OK， 我们再来最后一遍，我不数了，我不唱，我不说从哪里走了，然后我就直接弹，只唱，你跟着我唱就可以了。第二遍，准备走，扫扫扫，哆啦扫咪来，哆啦扫咪来。之后，就刚开始第一遍的速度，你大概走这么，就走这个速度就可以了。